Sky， 你说谁帮库那吗？那是大家互相帮嘛，互相帮嘛。写成这样子，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你就看这个。这个是要放，这个不能放，这个不能放。又不关掉在这边。民生路三段218号。放就放在一起。可以啊，叠在一起。不带走。晚上你去帮忙塞，然后都
吸管一个，吸管有我吗？把要拆的拿给他，他去拆。拿进去拆，不要塞在这里。好，今天拆一定要在哪一个里面？拆不下喽。那个太子就是信众，就是有寄果冻来给太子吃。那他有葡萄的香果荔枝苹果，很好吃哦。来一个。帮他开，帮太子开，静一下。挤出来就好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个还没加哈，还没，都还没。这是信众他们家自己的产品。好吃。可以啊。没关系。因为销
他知道了。你会看到发生吗？在。你过去有看到什么？第一次有人这样拒绝我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他说那个枕头是帮他确认的。签字笔嘞，我这边没有。我刚刚有拿一支签字笔在这。你选一支，你今天很大，你选你下面自己选，还是要这里选？还有一张妹妹画影的嘞，黄色的，妹妹是白色的，再放。还有一个画影。我等下帮你放。啊，他们呢？他们还有没？他们在等那个了。妹妹有一个画影的，爸爸有一个。我知道。对对对，妹妹有一张那个。啊，妹妹没有了。这个是画影的。你那么多壳哈，你已经画了。你真的不要？我问他几句，我有点这一期真的很难过。巧克力。是不是我刚刚说的？吃的大吃一个好不好？大吃的。他我问过了，他一个。我下次加。他想了一些，他就想办法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我们先洗一下，然后等下我们会再把水拿给你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，放上面。你今天好烦，这里面有零食，你今天要去关掉了，是吗？外面呢？爸爸，来，爸爸，两张。今天上班了，明天就不回来了。这个今天就不用回来了。那个水，这边写妹妹。下去，还没进哈。